他人有这个语言的天才，他教我福建话，但是潮州歌他比我还厉害。没有啦，真的。我们把现在给顺大哥的肉皮夹吧，来，掌声一下。啊，从来卖卖给我认为啦，你就拿到这个，你就拿包，怕空姐，你就拿我就走。哇，好可以。所以我没有办法唱福建歌，我只能潮州歌。你看这个林如冰老师可以配合他，有我。可以可以，那唱一首很经典的哈，很经典的潮州歌，男女合唱的。对，要两个人合唱的。而且我是一起走天涯的，每次我跟他合唱就是这首歌。我们台下还有一个潮州人呢。OK， 来啊、，Music Lee， 桃花过渡，你们猜什么歌名啊？他不过像光，他不过像沙。其实不会，我们
有唱潮州歌，以前他录过很多潮州的唱片 cassette， 对不对？啊，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卡拉 OK， 所以我现在每次都有唱别人的那个版本的。哎，好。